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是阳光灿烂呢，刚刚是买菜回来，先把菜堆到这个厨房的洗衣房的后面。你看这个阳光多灿烂，多漂亮！走出来，美好的阳光，灿烂的阳光。多美丽啊！稍微有点凉，现在是59度吧，60度。今天是经历了25度，经历了60度，还是有点微风啊，微风习习，有这种黑鸟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